大家好，我是棒。今天要来开箱一个我嘴馋很久的零食，是我之前常在各种媒体平台上面看到大家在吃好事多的爆米花脆片，我就一直很想要吃。这是双十一，我在一家淘宝店上面看到了这个东西，而且它居然卖更多口味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请他们出场。OK， 成功的变出了这四包。第一个口味是这个 sweet and salty 甜咸口味，还有一个 white cheddar 这个切达起司口味 ，sweet chili 甜辣椒，甜辣椒，还有 sea salt 海盐口味，四包，我打开吃一波。然后我之前看网络上说什么吃烤的很健康，比乐事啊跟那什么多益多汁更健康，然后我一看那个营养成分，它其实也比那个多益多汁那些大概才低个100多千焦，换算成大卡就大概是20-30卡，就是每28克，你可以少摄取大概20-30卡，所以其实蛮少。就是假如你一次吃可能吃个半包吧，然后狠一点的人搞不好整包吃完，整包吃完也才差100卡左右而已，所以差的不是很多。所以它基本上也没有多减肥，它可能顶多是它是用烤的嘛，所以没有经过炸这个步骤，然后可能不知道。虽然热量差不多，但是它可能食材更天然一点吧，就是没有遭到高温油炸的破坏。不知道，废话太多了，直接开始吃。很期待啊！我看各种人都在po什么，在 Costco 必买的一个东西。哎，我买的是小包装的 ，Costco 好像都是卖500多克的，我这个一包才140克。然后看一下里面，其实长得像多益多汁。然后它其实蛮厚的，它单片完整的一片是长这样，比多益多汁小一点，但是它比较厚。好，吃起来口感很特别，它没有像玉米片那么脆，它是叫什么爆米花玉米片，爆米花脆片，它贴这个标是写原味玉米片，不知道跟爆米花有什么关系了。然后吃起来这个口感有点像有点好尴尬哦，一直想不到。但它味道其实就是玉米片，就是玉米片啊！它到底在红什么？超好吃，还好吧？就这个味道是爆米花的味道，跟玉米片混合在一起，它的口感更丰富一点吧？就是这样多益多汁就是脆，它除了脆之外，还有带一点可咬性。OK， 甜甜口味就这样，甜甜咸咸的。废话，刚才开个起司口味的，好，它这个好处是它这个很好撕啊，这撕的体验是非常好的。我给这个产品设计的同学一个满分，它应该是它红的原因。其他起司口味可以闻到那种，就是我们在吃披萨的时候，上面不是会撒那个 cheese 粉，现在上面就是这个味道，非常浓郁的 cheese 感，就是那个奶味很重。这个就比较有特色一点，就跟一般的玉米片除了口感差异之外，味道也不太一样。这个好吃。OK， 我在淘宝上面买四包是66块，平均一包。这样换下来台币也大概是60块-70块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开包装的体验，非常的好。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开箱最大的特色，因为它是这样子开吧。看哇，哎呀，我都不把它开失败了，反正意识到了。你看它这边撕的非常的滑顺，我喜欢。这包怎么感觉比刚刚多很多啊？噗噗脆海盐味 ，OK。试试看海盐味，跟刚刚那个甜咸味口感跟形状不太一样。甜咸味是有个厚度的，它这个就有点爆米花的感觉出来了。来给你看甜咸味，是我一开始吃到 bug， 它这后面都是一片一片的，海盐味就更单调一点，吃起来就是你把爆米花压成一片，
的感觉。那我还不如去吃爆米花，真的。不推荐海盐味 ，OK。可能感觉需要配一个什么沙拉酱之类的吗？最后一个甜辣椒粉，然后我开店。天哪，整个颜色都不一样，有那个红红的辣椒的香气，吃起来甜甜的，有点像是品客的那个有一个黑色罐子的那个辣椒口味的调味，然后再甜一点，它加了。Oh shit， 加了不少糖啊！我地板很干净啊，大概一个月会拖一次。嗯，没毛病。它的那个玉米的原本的味道就被抢走了，就是那个辣椒的香味而已，有点可惜。像起司的，我就觉得还不错，那它兼顾了起司的香味、玉米片的香味，也没有被盖掉。那这个就都被抢光了。它形状还是蛮特别的啦，是有点厚度，莫名其妙的凸起。它可以太健康不到哪里去了，我本来以为是可以做一个什么减肥零食的那个推荐，是减不了肥啊，减个屁啊，这个不可能。哦，气死真的，爱吃气死人，你会爱死这口味。太香了，它几盒恰到好处，可以。完了，我把这个吃完了。不排名的话，第一名会是它，芝士口味第一名，第二名是辣椒口，然后咸甜排在第三，然后最无趣的是这个纯盐巴味，但奇怪，为什么盐巴味这么多啊？能感觉出来吗？我一样每吃几片，他们已经看了。重量我感觉不出来，视觉上来讲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为啥？不知道。总之就是今天快速简短的一个开箱，非常的效率，可能也没讲什么有价值的内容。总之去 Costco 的话，这其实没有那么必须买，你吃多一多汁就好了。哦，但是它这个 cheese 可能跟多一多汁的那个。黄金气球不一样，它这个更吃起来更高级一点，更有品味的气质，这个可以尝试，这个也可以，这就会有点一般了，这个是玩大可不必，太一般了，就是把电影院那种爆米花压扁，就会变那样。好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应该没有帮助到你。然后下次有买到什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零食，再开箱给大家看。拜拜。